我是住在宜兰农村的广播人林大米，在教育电台每周一傍晚5:20-6:00，和你一起关心农村与农业，展开城市与乡村、青农与老农、农夫与消费者、理想和现实的各种对话。欢迎收听《青农市集 On Air》。从农村看世界，看见新农村，舌尖上的农村。走开啦！欢迎做回来关心农业新闻，我是主播林大米。最近全世界拢真关心的农业大代志，就是妮妮村这个农药会造成癌症已经确定。因为美国有一位在学校顾花草的工人，顾妮妮村这间公司，也就是孟山都，40多年来知情不报，造成因失去健康、甲正常的生活，甚至是性命。8月7日这一天，法院宣判。孟山都要赔偿这位工人美金2亿元，也就是等于台币90亿左右。在法庭上有真多证据都让人公开了。孟山都长期以来操弄科学、收买官员，无顾使用者的健康，无顾消费者的权益，这些证据都公开摊开在法庭上。孟山都公司内部的电子批也有一些内容，看了真的使人流汗汗、心惊胆战。孟山都几十年来明知道自己的产品有致癌的危险，因所行的影响销路不但不爱说清楚，还都用大笔钱来暗砍因卖出去的农药会造成癌症的相关研究。用钱要安怎暗砍，很简单，就是收买，收买政治人物，收买专家，写一些对因有利的研究资料，说用妮妮村无问题，这是可以喝的农药，大家放心啊用。比如孟山都有请一位英国真有权威的基因毒理专家科尔克兰，写一篇跟妮妮村农药里面的成分加林赛有关系的文章，刊登在2013年毒理学关键评论这份国际上真出名、真有公信力的刊物顶头。结果大家想也知，这以后都变成是孟山都用来推销的好工具。不管是卖去多一个国家，政府要进口进前都要有真慎重的参考资料和保证，才敢卖给农民。结果哪会知一声都去给孟山都这间妮妮村公司操弄。大家又看看咧，那个把良心拿去放冷冻库的英国专家科尔克兰，他写那篇文章可以拿到多少钱？这位英国专家收到孟山都的钱是英镑28,000元，等于是台币112万，未歹赚。又说到回来，在美国加州这次的判决，孟山都应该赔偿给这位受害者的金额差不多是新台币90亿。这个结果对全世界众多的农药受害者都非常重要，已经大概有4000人也准备要告了。在台湾，政府针对孟山都公司生产的地草剂妮妮村有致癌风险的消息是安怎处理的？农委会风险局有发布声明，咱台湾暂时未管制，不过会继续注意国际相关的研究报告，把妮妮村列在高危害风险农药的评估作业，只是评估作业而已。这是什么意思？唉，日头赤呀呀，虽然过性命。又有一项也是大家真无爱听到的消息，台大医院环境医学中心、台大医院环境医学中心8月7日公布一份资料。你敢知影，农夫较会得到帕金森氏症？台湾的农民发生帕金森氏症这种神经退化的疾病，几率特别高。国外调查报告说到，若是暴露在农药的环境得到帕金森氏症的几率比一般人高出2倍，尤其若是使用巴拉瓜的农民得到帕金森氏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 2.5倍哦。这是台大医院环境医学中心8月7日公开的很重要的提醒。其实我还记得在宜兰有一位70多岁的老农，捌讲过
伊自囡仔时代拢做田，身体勇敢若牛嘞，无食薰嘛无啉酒，结果五十几岁尔竟然得着癌症。伊家己安怎想拢想无，是安怎会得着癌症？好佳哉，耐心治疗，天公疼憨人，身体就豆豆啊恢复啊。这几年伊受到真侪少年农民影响，不爱用除草剂，不爱用农药，追求土地健康，对人嘛健康的种植方式。伊才想通一件代志。伊少年的时阵，拄好拄到农药进口，农民大量使用除草剂的年代，伊嘛就对内用。年久月深，后来得到癌症，应该就无啥物好意外。好，沉重的新闻报告者，后壁的拢来讲快乐的就好。早读流村小旅行，能。走读农村小旅行，农村超好玩。今仔日请南投德山囡仔，厝里伫咧种地，做有机地米的张浩言，来介绍好耍的所在，报予大家知。德山这几年啊，有一挂较无同款的迄社区的咧旅游啦。那讲第三，即我感觉讲做了较有特色嘅，咱知影讲第三有一个自然宫，吼、哦，自然宫有一个土地公对无？大家拢知影讲去土地公遐求发财金啊，对，嘿，啊，真出名，真出名，啊、但是一边啊吼有一个叫做富州社区，啊，他们在那个地方吼、哦、就是有上一个农村小旅行，你也当上网 Google 一个叫做青竹文化园区，即个人吼伊都就有心咧，就是讲。以这个园区为中心，吼啊，连接周围的农友，比如讲，伊进入摊马岛的时阵，伊就带你去办摊马岛。今麦个红红龙果，因是一个套装的行程，吼啊，暗时的时阵，就可能带迄个青竹文化园区的民宿。哦，啊，伊暗时的时阵，伊就带你去看讲红龙果开花。哇，安尼真水呢！伊讲红龙果，敢若暗时的开花。嘿，伊讲昙花一现嘛，嗯，啊，昙花是仙人掌科，伊就是暗时的时阵，迄、那个红龙果才会开花。吼、哦，啊，带你去看这个红龙果开花。吼、哦，啊，早时时阵可能伫因遐早早顿，啊，做一个瑜伽。嗯。啊，伫因遐迄个德恒内底。吼、哦，啊，后来就是讲骑低架座的脚踏车。低架座的脚踏车。低架座的脚踏车。哇。嘿，用低架座的脚踏车啊，带你去踅这个社区。吼、哦，无同款的人，包括讲因有遐种米的。吼、哦，啊，也当做一挂旅行，有种百香果。嗯。啊，嘛有种，比如讲雷梦。啊嘛有种芭乐，吼、哦、啊，就是讲一定讲把无同款的农友的物件，你就带你伫这个社区内底，伊就带你去看。嗯，吼、哦、啊，另外吼、哦，咱第三路来路活力，吼、哦，伊就是到一个叫做路过小镇，还得路吼是竹字头的路，竹字头的路，咱、嗯、特别去取得啦，等竹山路谷一线路过小镇哦，啊，一个咱青农都是结做伙的嘛，啊，因就是讲透过办活动。来介绍农村的一个产品、嗯、还有就是说做农村小旅行啊，他通常都是半天或一天的啊，之前也有试办过两天的啊，这个还要慢慢，这个还在试营运啊、嗯、我们就多期待，两天前才办了一个音乐会哦，嘿啊，音乐会来对有茶席嘛，有黑就是讲在地的，比如讲第三上名就是番薯，嗯哼，啊你就带请一个青农本身是种番薯的来做甜点，嗯、哦、甜点跟番薯包。好、哦、啊，有请迄个我拄啊讲的茶席的来泡茶。好、哦、啊嘛有讲请做做果物诶。好、嗯哦、做冰淇淋，意式冰淇淋安尼。嗯哼。哦、啊都伫这个氛围尝美食听音乐。那个餐厅又是一个在田中间的一个餐厅这样子。一个很漂亮。竹山路。所以其实有一个方案的也扣入都是讲你去乞讨挂钢嘛。嗯、啊也不可能来参加这个社区小旅行。你伫北平去跋杯的时阵、嗯，你会当去富州社区；啊，你若来乞讨的时阵，你都会当参加这个路过小镇。嘿，那第三就算诶，欢迎来第三佚佗。搜寻关键字，这种找到啦，找得到。青竹文化园区，对，或者是路过小镇，路是竹字头，梅花鹿的鹿，嘿，竹字头梅花鹿的鹿。谢谢浩言，好，谢谢。小等这部继续，咱们搁加浩言开讲。Thank you.
在收听的是青农世纪 On Air， 今天专访的来宾是28岁的张浩言，蓝岛伊娜。他的父亲张恒成在20年前就以有机方式种茶，是台湾第一代的有机茶农。5年前由孩子张浩言接手管理，他是台湾大学农业化学系。研究所时期就钻进土壤调查的领域长达6年的时间。首先就听浩言来谈谈为什么土壤会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命中注定，就是你是一个农家子弟，你是10岁以前你是在摸土，有没有？10岁以后就是很少了啦，基本上都在读书，也很少去碰那些东西。但可能就是那一些童年的那一些回忆吧，然后在乡村长大的记忆，让你对这个东西是很熟悉的。所以你回过头来看，冥冥之中就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选了土壤这条路，而且还是最冷门的土壤调查。嗯哼，就当然后我们改到就是变成做整治啊，污染整治的这部分。所以等于我前半段的专业是在就是环境的污染的整治。嗯，哎，那后面就因为决定要回家做农的关系，就又把这些专业全部都放一边。嗯，然后回家重来。你会把那些全部放一边，是因为家里有什么诱因吗？那个时候是这样子，就是 我爸中风嘛。嗯，那中风之后其实整个田地就没有人经营，以前是我爸我妈就经营这个田地，那后面就没有人之后，所以你就一定要思考说要不要回来接手。多大的田？多大是田还是就茶园？茶园，纯粹茶园。对哦，茶园其实整个农场的面积那时候登记是5公顷，很大，就五甲嘛。哎，对，五甲哦，不离亚多啊。但就是说它等于是混合型的啦，有种茶，然后也有孙啊，马迪孙啊。哦，所以你五甲这样子混作各种作物都是以有机的做法吗？基本上全部没有喷药。嗯，那你没有有机不有机要看验证不验证嘛。啊，对，这基本上我们只能说没有用药，没有用化肥。嗯，那验证的部分就是在大概2公顷左右，但这2公顷就是做茶叶，然后跟一些简单的根菜类，比较不需要太多工的东西。嗯，你在那时候对于农业，对于回家管茶园，接管茶园，嗯，你那时候曾经有冒过一丝丝念头吗？还是纯粹就因为爸爸生病，嗯，你真的是不得不就做了这个决定回乡？嗯，我有想过要回家种茶，但那个就是那个都是在经济状况很完备啊，然后你社会经历很 OK 啊，然后退休养老是不是？对，退休金挂底下，然后 OK， 那可以回去翁景翁盛。哦，对，那如果说要以种茶为业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我是那个时候是会慌，嗯，哎，会觉得不太可能。会慌的理由其实不是说没有客户，其实我们比较好的是我们还有一些稳定的客户群。但是我对农作其实是一窍不通。虽然说我小时候是在农家长大的，但是爸爸妈妈都是说你好啊，读书就好。其实说真的啦，我常开玩笑啊，就是台大这对台大有点不公平。啊，你不用对整体负责没关系，你个人言论没关系。我个人言论就是我其实你到第一线之后你就发现说台大对农业的贡献真的不大。就是说我们现场的第一线农业，我常常开玩笑就说哎呦，台湾对农业贡献度最高的哦，2所学校，一所叫屏东农专，一所叫嘉义农专。哦，对，因为我们在现场看到很多哦，就是做得很出色的人，他们是这2所学校毕业的。嗯，那反而是台大几乎都往学术界走。嗯，那新大就几乎都是公务体系走，你会发现大概有这个趋势在。嗯哼，那所以我说台大基本上就是在那个在，比方说以农业政策来说，就是那个在想发想者。嗯哼，好，然后出几支嘴。那个背后读很多书哦，那个通常都是台大的。哎，张浩言讲哎，这种张浩言讲哎哦，不是大米讲哎。啊，然后新大的就是我们讲中间的这个官长官们，嗯，哎，就是当长官，嗯，然后反正总之在引领着台湾的农业走向的。对，但是实际中间分子，而且是我们讲很有知识性的那一些，通常就是那2所学校。屏东农专跟嘉义农专。嗯，所以他们其实是我心目中农业的 top one。哇，
很多很多精彩的前辈其实从这两所学校出来的。嗯哼，对，哇，真的是对台湾农业很有贡献。这是我说的啦，是这两间学校现在听到都感觉说那个现看嘛更抬头挺胸，觉得挺起来，对啊，对，什么台大，我是加大，其实农业农业实作是才是真的啊，就是说当然就是眼见为凭嘛，你实作就是实力啊，那你出一张嘴没有用，对，那这是我这五年的体会了。所以你说即使是台大的农化研究所毕业，对于要回乡自己还是很惶恐，觉得根本不懂，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说到底要不要回来。那那个时候就是抉择了非常的久，其实甚至有找到还蛮不错的工作，就是在工程顾问公司。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在土壤污染的这个领域没什么人可以处理，没什么人会有处理的经验，那我们刚好就是有土壤污染处理经验的这一个背景，嗯，好，那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不少工作机会是可以让我们选择的，嗯哼，对。那这样子，你现在完全像是放下了那个部分的专长吗？还是说其实也有可以一些实践在自己的恒诚农场？可能就是规划的这部分吧，初期的规划。但是我们其实我入行那时候也没入多久，一年半年而已就跳出来，嗯哼，那时候想法很简单，其实就是越来越觉得自己该回去。为什么？因为土地的召唤嘛，哦，那当然不能这样子这么浪漫啦，就是其实最主要原因还是爸爸，那时候其实爸爸会很希望有一个小孩子陪在他身边，然后你知道他中风之后其实就很像小孩子嘛，所以常常用无理取闹的方式就说，哦，你一定要回来啊，哦，这样子。那你是家里独子吗？算是唯一的男生，是，哦，那他们就会有这个期待。一直到就是说有一次，就是我本来是我学长，他想要说，我想要种田呐，啊，那你那个你不是有农地吗？我说好，好，没关系啊，给你种。卖红的好啊，卖红的好啊，卖红的好啊，嘿，好利紧，毛紧，嘿。那后面就决定又去那个别的公司工作，然后甚至就是再去读书，嗯，不要来做农场的这个工作。我就说没关系嘛，既然都约了，那我们就来做一次调查。对，那那次调查大概就是促成我说，来接手这个农场的一个动机吧，因为我发现那个土壤很美，发现你老爸的这个这么多年的耕耘的累积还在那个地方，啊，对，以前不懂得欣赏，嗯，他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人为的那个黑卧层啦，嗯，就是在土壤学上，他就是说，因为人的耕作，它会让土壤变得卧黑，嗯。那个东西就是你就看到，哦，这个就课本上讲的这一种化育形态，嗯，那表示说人其实花了很多的心力在那个地方，所以你看到那个景象的时候其实你蛮感动的，那表示说至少你没有就是一直是用，比方说一直是用化肥去压榨它，你没有一直去翻耕搅拌它，你是有在保护这块土壤，它才会显现出这种状况。那你有办法累积这么多，就是比方说30公分厚的这个就黑卧层，那表示说你一定下了很多肥。哦，是你爸爸。对，你一定下了很多肥，哦，所以那时候在心里面想说，应该可以省不少肥料钱，那就好吧，就决定说试试看，所以就回来。你这是挺现实的，你这孩子。其实我算得很精啊，真的，因为做农业其实是要。我觉得要三倍的思考，嗯哼，你不能就是贸然的就是说热血投入，哇，我们在现场看到太多这样子就是死掉的年轻人。你说三倍耶，为什么是这个三倍？你怎么算出来的？还不能 double 两倍就好，还得要三倍。三倍哦，嗯，就是第一个你要背景你一定要够强的背景，对，那第二个是财务，你一定要先想清，从后面想回来，就是你要卖给谁，嗯，那个你短期的资金流有没有问题，最后就是说发展性，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发展性，没有发展的可能的话，其实就你投入其实是很辛苦的，就是农业未来在这个地方其实很难去维持的话，那你最好就不要做这件事情。哇，好精打细算哦。对，其实我算的蛮精的，但是就很大部分的人他可能是用一种比较感性的眼睛去看，嗯，但其实我一直都蛮务实，因为只有我一个的话，就是你一定要
想得非常的清楚，嗯，就哪一步是怎么样子，你宁愿不要动，嗯，不要动就没有成本的那个产生嘛，顶多就是等待的成本，嗯，可是你动了之后，你动错了，有些时候反而是要花双倍的力气去把它复原回来，嗯，欸，我就有这样惨痛的经验啊。直接举例吗？就我第一次种茶就全部种死啊。又你怎么种能够到全部死？你又不是全部撒农要把它撒死，它怎么死的？它怎么咸死的？咸死啊！咸死都是我想说放粗纤维对不对，嗯？一开始的时候就哎呀，这个台大农化，哦，台大农化啊，然后我们想的是怎么诱导植物的根生长，理论想的很周到，哦，然后就打个洞，肥料埋在植物的下面，拨点土对不对？再把这个植株种下去。等到植物生长的过程当中，它的根就会为了吸取养分，哦，慢慢的往下钻，往下钻。那只要根扎得越深，哦，那它抗逆境的能力就越强，哦。这样想啊，就是设计根的走向感觉很完美嘛，对不对？殊不知其实问题很多，哦。对，就是单那个肥料，然后说哦，我被抽签尾耶，我被转播发改，哦，没问题，没问题，就是全部都要全发酵的，全部也要腐熟的。啊，车来也都挖洞打下去了，挖洞很辛苦，哦，你就是在那边打到那个整只手，哦，全部都磨破皮，那把肥料灌下去，灌下去了之后就说哎，那准备开始过几天开始种茶，种了之后啊，哎，奇怪，怎么茶苗那个就叶子开始红边，那时候想说奇怪怎么会红边，以为是水浇的不够多，然后一直灌水，结果越灌红边越多，到最后你其实叶子红边就表示它的根毛根尖组织受伤了，嗯，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啦。好，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茶已经要死掉的意思了。还寥寥啊，你不知道啊。那死掉之后想说怎么会这样？怎么我照理说应该是不应该出现这种状况啊？好，那结果又再种一次又死。第二年没有同一年，哦，争取时间对，然后一次两三千株茶苗报销，对，两次哦。然后我那时候就很悔恨，就发现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哦。那后面才知道说啊，这个肥料商他其实没有注意，他只是随便讲而已。他说，嗯，哎，说这个是全腐熟的堆肥，对啊，其实根本没有，他只是袋子拿来，然后车一下，哦，然后就把那个一般的料就是车给你这样。嗯哼，哦，而且那个料还是那个就是乳牛场出来的这个垫料，哦，啊，你知道乳牛它都会放那个盐块嘛？嗯。所以就混进去了，嗯哼，对，那当然你知道这个过程之后就哇，知道了怎么办？知道了，你想说两次没事了，再种第三次的时候啊，第三批先怕了，先试种，嗯哼，然后试种了一个月之后，你又出现红边的状况，嗯，所以到最后我是想办法把那一些埋在底下的堆肥掏出来，啊，要清，有点像清创手术的感觉，对，掏出来，哇。大工程，我大概花了两个月在做这件事情，嗯，就是没事吃饱就在掏那些肥料，所以从那件事情，哦，我有一个很深的体悟，来路不明我看不懂的资材我不用，嗯，对，然后没有 QC 的东西我不用， QC 是什么？Quality Control 就是，哦，哎，品质控管，糟糕，是不是一不小心忘记这个是大米的电台是不是说太白了，啊，就是说你要有品质保证，哦哦啊，所以我现在都用大品牌，啊，大品牌不是说比较好，但是它出场的时候它控制它的品质，嗯，嘿，至少我们背景实力还蛮强的，嗯，你要我配置肥料我都配得出来，哦，真的啦，你还好意思说这个，我刚才听完这个故事，我满脑子在想一个整个过程，第一次失败第二次失败没有任何人阻止你吗？有你都不听是不是？不听，哇，你来说说看是怎么样的倔强可以造成这样的后果？就傲慢啊，哦，哎呀，说真的，说穿就是傲慢，对，人刚来刚回来的时候很傲慢啊，那现在就是知道，嗯，哦，不行，不可以傲慢，哎，不能说人家没读书，嗯，啊，自己有读书，这不行啊，这个人家经验哦，告诉你说不可以把肥料放在植物根部，这有道理啊，哎，不管再怎么腐熟堆肥都不行啊，在学校没有学到这些啊？对，在学校没有，嗯，哎，其实学校读很多，对不对？学校都讲说，哦，有土壤有机质怎么帮助土壤结构的产生啊，有机质多好多好多多好，嗯哼，哎，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样子，你不知道。书上讲的东西只是原则，可是你还是必须透过实际去操作，去了解说
它在每一个地方的变化，嗯，以及就是适用程度，嗯哼，哎。我小时候我真的不太想做农，因为我觉得对做农的印象就是辛苦，嗯，哎，没钱，没地位，然后爸爸家庭失和，好悲惨。真的，就做有机之前我们还有全家出游过，啊，做有机之后没有，嗯，哎，从来没有出游过，嗯哼，哎，这应该算是一个很大的阴影。哦，在如果要说你要回来接手务农这件事情，应该这个阴影要突破也不容易，那已经计算不出来了，嗯，阴影面积计算不出来，计算不出来了。爸爸希望你回来，对，然后对于这种一般传统的看法里面，你爸爸是特别不一样，对，所以就是其实还是有被他感动到了，嗯，好，坦白讲还是感性了一下，你虽然说我很会算，但还是那时候还是感动了一下啊。好啦，就是而且我觉得不是不可能，只是你要知道正确的每一步是什么。你讲明白感动你的是什么？感动我的是，哦，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但是其实它不是不可为，你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不能跟自然对干。比方说你不能把杂草看成是你的敌人，你不能把病虫害看成是你的敌人。这是我在大学研究所乃至于后面的比方说社会教育慢慢的去建立起来的概念。但我老爸他可能做有机的时候，比方说他还是用防治资材，他还是除草除得很干净，他的一个有机是建立在对于比方说那个时候是对于慈心的一个信心，嗯，啊，对于就是对于那个宗教的一个信心。但我觉得我的有机是建立在说我们了解的更多的背景知识，所以我们知道是达得到的，只是你要知道那个过程，你要知道怎么样子逐步达到那个过程。我是有点好奇哦，农家子弟说真的，嗯，尤其是男性，嗯，那种情感交流都超别扭的，不爱说，不爱表达，嗯，明明心里很多感动，嗯，或者想说的感谢，嗯，都不说，嗯，你们家也这样吗？我妈是这样子的人，我们家是严母慈父，哦，我爸是会讲说儿子我爱你那一种。哇，真的，哦，对，很稀有耶，爸爸。我说摸完呢，我觉得很肉麻。对，反正我妈反而就像，我妈反而像个爸爸。哦，对，我妈其实是把家里面扛起来的那一个。所以你对妈妈的感情会表达吗？有困难。对，其实应该有困难的意思是我不太会讲妈妈我爱你啊，很难啊。就有些时候参加完活动，嗯，回来说啊妈妈我爱你，妈妈就说不要这样，好恶心。对，可是后面没有去练习，又慢慢又回来了，嗯，不过知道就是说其实应该要很多时候跟妈妈表达感谢，表达爱，嗯，对，因为妈妈其实是家里面的很大的一个支柱，对我们家来说是这样。嗯，我觉得女性在农村真的是她的角色，嗯，她几乎切换的很快，她要顺应着整个家里的状况，像你们家，嗯，你老爸，嗯，好好老师不当了，就说要种有机，就开始种有机，对，他就得扛起来，他还得去打零工，贴补家用，哎，实在是。然后不想要一个读台大的孩子回来，嗯，他还是得面对着孩子回来。对对对对对，嗯，听起来你喜欢现在的农家生活咯？慢慢的适应，就是说适应接受，有些时候会去想说，哎，这个生活是我要的吗？当你接受就是说，哎，我的这个就是我的生活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的在这个地方就像是生根一样，哦，接触这个地方的人，接触地方的事，接触地方的物，好，那就在从中发现很多乐趣所在。像你不知道其实我最爽的事情，哦，就是去泡老人茶。嗯，刚刚三七公三金箔是不是？对，我想泡茶超爽的。就是比方说下大雨，好，嗯，然后我就继续去我师父家，对不对？然后他就拿，你师父是谁？我师父做茶的师父。哦，oh, ，OK， 好。茶叶拿出来，可能是前几天做好的。喝自己的茶？当然啊 ，OK， 也会喝别人的茶，只要是好茶都喝。嗯哼，我师父说过一句话，他说：“哎，好茶哦，到两种人会当啉尔，两种人啉会着好茶。”什么两种人？一种是有钱人，嗯哼，一种都是咱。就是种茶的人，对，就是种茶过也要做茶的人。28岁的张浩炎瞬间58岁，就是，欸，你怎么知道我师父58岁？哦，真的，哦，真的真的真的。然后他，你要在那个河边的那种凉亭泡茶，哇，那看那个河水这样流，嗯，看那个山岚，那个
云烟就这样慢慢飘起来，感觉超好的。你再这样我要再加十岁了哦。有一种人生已经就是你刚刚讲的，你本来觉得如果真的要回家种田要得事业有成有钱有闲老了退休了才回家。 对，其实现在就懂得回去享受，这才是更厉害的吧。现在哦，你觉不觉得其实默默的知道啊，以前我阿公跟我妈讲一句话叫做平凡就是幸福，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妈也跟我讲说不用想要说什么出就是做什么大事，她说你阿公说平凡就是幸福，以前都说不要，我都读到台大了，我一定要做出一些事情来嘛，就有影响力啊。比方说我们研究所老师他就是强调一件事情，你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那我问老师说，老师什么是对社会有贡献？他说要有正向的影响力。嗯哼，会有人会跟着你，你要能够领众，你要能够带一群人改变这个环境，这是我们研究所老师他要有一个正向的影响力。对，那所以说回家种田，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还老师也是会有一点点那个小小的不悦，因为他觉得就是说种田这个生活他是自得其乐而已，自得其乐。对，其实那时候老师他讲说哦可以啊，你可以一个人过得很开心啊，哦，然后就是一个月赚个一两万啊，这样子可以过就好啦。哦，可是我知道他是那时候心里面讲的是说你应该做的是更有价值更影响力的事情，其实我还是放在心里的。哦，虽然说农村生活确实有这么爽的这一面，可是这几年其实我一直没有忘记老师的话。我们还是试着去做了一些影响。什么影响呢？比方说我在种一开始的时候很丑啦，然后他说草比那个草比茶树还有漂亮，然后那阿伯来的时候说哦真水哦，超真水哦，超真水哦，哦哦对啊，哦对啊，超真水啊，啊刚白喷喷呢，哦好啦好啦，后尾到时间，后尾到时间哦，哦你迄地拢去哦臭包死啦，哦无紧无紧啦，嘿，哦你像你戆囡仔像你安尼做，一定会熬不倒吼，哦、我等于上班，唔好伫遮呢浪费时间，哦因为阿伯都会来嘛，哦懵啦懵啦，就比方说有些时候我们会培养一些微生物。工具基本上跟喷药的是一样的工具嘛，哦，他经过的时候就会说哦我的抓油啊，哦抓油啊，我说没啦抓困啦，啊这是什么啊，这都我吃的困啦，啊对病刚有好啊，就我说这不是要抓病啦，哦啊，类似这样子跟他们，交流就是每一次，哦，比方说只要在喷的时候他们讲说你抓油啊，我说没啦抓困啦，哦，你抓油啊，没啦抓肥啦，哦，类似这样子讲了一年，整整讲了一年哦，喔。然后有一次那阿伯经过，然后我看着他，他看着我，他嘴巴张开，在抓困哦，对对对对对对，在抓困啊！哇，改变的开始，改变的开始，嗯，哦，那旁就是说种一年之后，他其实一开始大家都想说这绝对失败的嘛，不可能。可是种一年之后，他们看到那个茶树从死快死掉中快出现生机，而且邻居种红龙果，他看到了之后，他有一次就。然后走过来啊，寒暄嘛，走一走之后就说：“哦，我看我你在做啥？哎，我刚刚我看得懂你在干嘛？我看我你在做啥？我刚刚你是丢，好，那就这样子啊。就那之后，他的红龙果田，他也不用农药跟除草剂了。对，哇，本来就不爱用，他，啊，看完发现说：哎，真的可以耶，就拿掉。啊，拿掉之后也没事啊。像我刚讲，其实只要环境健康，你就。”不容易有病虫害，嗯哼，只要你的土壤是比方说有空气有水，好，有空气有水不是密实的，那肥力你不是一次投很多肥，它那个肥力是慢慢的转化，基本上就不太有病害的问题，嗯，基本上是因果关系要搞清楚，你没有制造病因的话，就算有那个病原体在它也不会生病，就这么简单，嗯，那他那时候看我做了一年之后他发现说，欸，可以耶，然后他也不喷药了，嗯哼，对，所以你会发现说你是慢慢的在影响那个地方的改变，只是它很缓慢，你要持续在那边做，持续在那边等待。回去五年，其实我说真的，我只证明一件事情啊，就是有机是可以做得到的，有机是真的。你的坚持下去，一直坚持到被看见，然后就可以满足两方，老师说对社会有贡献，对。妈妈跟阿公说平凡就是幸福，这两件事可以合在一起实现，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嗯，我想应该后面发现说其实不相违啊，对，谢谢张浩言来证实这件事希望可以一直持续坚持下去，
中间要是又有搞笑犯错的时候，也要记得来节目说说你又闹了什么笑话。好，没有问题。对，谢谢浩爷，谢谢。小市集大通路。长期关注饥饿与贫穷的安娜拉佩说，我们每一次的消费就像是一张选票，决定着未来地球的样貌。那么浩言今天已经在节目中跟我们聊到很多自己在做的事，而关于到通路行销这方面，其实你也有你自己觉得很棒的一个通路想推荐给大家。嗯，像我自己是在一个叫做 iFresh Food 的一个小农市集，那它算是一个蛮年轻的小农市集，那主要就是会针对这个百货公司零制的空间来做这个小农的一个市集平台，就是比方说我们到远东百货才刚开始运作半年而已，还在谈百货公司的一个档期，那基本上我们都是跟百货公司配合。可是百货公司的这个成本就是对小农来讲会不会负担 很高？嗯，对，非常高。其实对百货公司来说它已经是佛心价，比方说贵位的那个价格这个不能讲啦，但是对百货公司来说其实是佛心价，但是那对他来说是零制的空间。就现在农夫好累，还要学展售技巧包装美学什么都要。这个小农市集的中文是健康好食材农产市集。对，大家如果想要支持像这样子的农友在百货公司设柜，然后可以多一些了解的话，其实是先到 FB 可以看看通常会在哪些地方出没。对对，健康好食材农产市集。对，我们去摆摊对不对，不见得是透过那个摊位去马上就是赚钱，其实有随时都打平就不错了。嗯，但是会透过那个人潮，然后透过那个环境会有更多客人可以直接认识得到你。对，这可能是我们出来的目的。哇，今天浩言带来好多好丰富的讯息还有故事，谢谢你。好，欢迎大家来市集找我们。谢谢。 好， 好，谢谢谢谢。大家记得到市集要找的时候是恒城农场，哎，这就是浩言的品牌，对不对？恒城农场，恒城是我爸的名字，然后也是我们农场，就是一直要常说我们要净化大地，然后对所有人的健康有一份责任感的这一份真心，所以叫做恒城。恒久的恒，诚心的诚，诚心的诚，恒城农场，很好听的名字，原来是张爸爸的名字。我爸叫张恒城。张爸爸好，好，今天要放你儿子回去了，谢谢哦。好，谢谢，晚安，拜拜。别忘了网络上搜寻迷你之音，就可以听到更多的农村故事资料库喽。下周一傍晚5:20空中见，拜拜。